受命于神变大菩萨的护法金刚，那就是鬼神童子。他曾经用金刚神力在转瞬之间扫除了横行于世的妖魔鬼怪。现在当灾祸出现的时候，无敌金刚鬼神童子便又再现于世。什么事都干不了，我才来的。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你胡说！你来干什么？阿九，我讨厌见到你的死板面孔。泽林，你那么爱生气，你那漂亮的脸蛋儿会给毁了的。去。我向你们转达伟大的黑暗之神的预言，现在出现了一种妨碍我卡尔玛霸业的力量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快去找到掉在地上的108个复魂蛋，一定要把他们解放出来。那就请交给我吧，卡尔玛，我一定要搬开绊脚石，让那些复魂蛋生根发芽。就交给你吧，为了伟大的黑暗之神。是。看看三邪怪里谁最厉害。哼，还不知道对手是谁呢，就先吹开。你急着去死了，格林。呀，烦死我了，烦死我了，快放开我，你这混蛋，我要自由。你怎么和传说中的一点都不一样啊？态度傲慢又不听话，还爱撒野，并且小的时候一点也派不上用场。这不是我的真面目，你快把我变回去，听见了吗？啊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哎呦，听着。
反正我要好好学习掌握你的方法，要不然我怎么用你呀、啊？哼，我看你就乖乖的待一会儿吧，啊？你什么？你，臭丫头，我才不听你的话呢！啊！啊我要杀了你，让你再也开不了口！要我动不了了怎么办呢？我有了这魔力手镯你就没招了。您真可恶。啊你怎么敢欺负鬼神童子？我鬼神童子可是大菩萨手下职位最高的神，你可要尊重他哦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鬼神童子吗？比我想象的好像小了一圈了。我刚说过让你们尊重他，可是你们，小明，你记着，当世界上出现灾祸的时候，鬼神童子就会显形，就会废除邪恶。鬼神童子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一切蠢蠢欲动的恶势力，你记住了吗？啊，恶势力，是不是像上次借掉复活难封贴的那些坏家伙呢？这个我可说不准，但是你必须与鬼神童子齐心协力才能打败恶势力。我不愿意，我已经不想听任何人的指挥了，特别是这个臭丫头的指挥。等等，小明，等等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这样不行了，我必须要想办法再变回去。这是什么味儿啊？是邪恶的臭味啊，是瘴气呀、啊。又出来了一个复魂蛋。到神武丁了，这地方真丑陋，这里充满着欲望，那么在这儿孵化复魂蛋也就不难了。你在这儿呢，复魂蛋。好像就是朝这儿跑了呀。鬼神童子你在哪儿啊？出来呀、啊！我说小明小姐，你原来是师父门下的地灵呀。你看见鬼神童子了吗？什么下雨啊？今天风和日丽，心情不错嘛。你打什么岔嘛？我真不该问你呀、啊！我还有事儿，我走了，回头见啊！再见。对，就是这儿。看我的吧。对我格林来说，找到复魂蛋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呀、嘿嘿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，好不容易找到你了。你是干什么呢？把它还给我。哼，我当你是干什么的呢？你要是不交出来，我就把你吃了。身前的小混蛋，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
飞到玉鹤南田的人们那儿去吧。唉，我怎么搞得在小明面前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呢？比如在夜晚的公园里。不行不行，侍奉佛的人怎么能那样呢？不过我太想和小明约会了，哪怕就一次，太想了。我让你实现你的愿望。谁呀？要是见到他，非好好的教训他一下不可啊！真是的，救救我，鬼神童子！到底谁在叫我呀？鬼神童子，哎，怎么没了？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知道了，这手镯能把鬼神童子从别的地方叫过来的呀。你少管闲事，小东西，那我就拿你开刀。本大师现在肚子里也憋着一股无名火呢，正没处发呢，接招吧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知道吗？这是最最结实的钢摩丝。什么？哎。
你那没用，越挣越紧，就再也解不开了，哈哈，再也解不开了。浑身中火不变大，就打不过那怪兽。去死吧！呀！佛门弟子为铲除妖魔牺牲生命，那是应该的事。丽琳，以后的事就交给我们吧，我们会让你成佛的。你净说些好听的，你这也叫主持，叫师父吗？照你这么说，丽琳她就没有活路了吗？阿奇奶奶，求你了，说这鬼神童子吧。孩子，听我说，能够操纵鬼神童子的，只有戴手镯的你呀，小明。怎么会呢？哎呀！用我的钢丝魔封住你！这可怎么办呀？你这个大傻瓜！怎么会这样？钢丝魔从来没有断过。难道？你想用这个破绳子就绑住我鬼神童子无敌金刚吗？好，我就陪你一块玩玩，你那钢丝上一起算。副混蛋，话没味儿吗？你是怎么搞的吗？魔头笨蛋，你看你都干了些什么嘛！讨厌，你也想让我给吃掉吗？哎呀，怎么搞的？又变小了。你要吃我，给你吃啊！你这不中用的东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李林，你没死？他死不了的，又不是让副混蛋完全给迷住了。你这坏蛋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我哪知道啊，我总不能和你们人类打一辈子的交道吧，大笨蛋。你说什么？你
想跟我打架吗？你总是态度傲慢，你当我是谁？傅魂蛋没动静了，卡尔玛邪神说的那股反对力量恐怕就在这个地方。师父，请您原谅弟子。本以为是佛之身，却被傅魂蛋附体，成何体统啊？弟子的事您见死不救，太残酷了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他刚才还掀我的裙子呢，该好好的罚罚。我那是走着瞧吧，我一定要找到变回去的方法，绝不受你的管制。哎呀，次回新道寺戦記、千秋危うし、シャッターチャンス。